大家好，今天我带大家来南苏里著名的社区 Sunny Park 看一套独立屋。这是一栋妥妥的学区房，位于著名的 IB 高中 Semiamo 校区范围内。房子所在的街道啊，是南苏里最著名的樱花一条街。穿过房子隔壁的公园，走路2分钟就可以到达 Semiamo 的购物商圈和 Semiamo 的图书馆。Zaman Food 原初的超市、健身房、Fitness World 都近在咫尺，周边的配套一应俱全。从这里开车5分钟即可抵达白石海边的旅游景区。这栋房屋啊，拥有宽敞朝南的后院，土地的面积呢达到6187平方英尺，采光充足，景观优美，保养良好，室内面积也达到了2204平方尺，共有3间卧室和3个卫生间。左手边是主客厅，患有全新的地板，客厅为开放式的设计。坐在温暖的燃气壁炉前，享受着层高17尺的挑高的客厅，看着窗外的樱花大街，心情豁然开朗。所有的室内的墙漆都焕然一新，就连热水炉和暖气也是新换的。与客厅相连的正餐厅宽敞明亮，再往里面就走到了厨房。这里有全新的壁炉和方太的抽油烟机。朝南的早餐厅使我们的早餐的时光增添了不少的色彩。通往家庭厅后呢，一个经典的壁炉加上朝南的阳光，使得整个房间更加的温暖舒适。除此之外，值得注意的就是连接家庭厅和后院的阳光房。想象一下，在这里邀请三五好友饮茶、赏景、谈天说地，岂不惬意？这个房子的2楼患有全新的地毯、走廊的天花、卫生间的天花都装有采光的天窗，使整个2楼采光舒适明亮。超大的主卧足够放下2张国王大床，主卧配有走路式的衣帽间和一个特式的英式的阳台。2个客房也有很好的隐私性和充足的空间。那么，这样一栋位置优越、布局合理、后院朝南的学区房，在南苏里要多少钱呢？不到160万，您心动了吗？赶紧联系我们看房吧。